OK， 板根观景台。哦，还有会议室哎。会议室嗨什么嗨呀、啊？没什么好嗨的。还有观景台。哦，从这边上去。哒啦啦，啦啦啦。啊，漂亮的山樱花。山牡丹吧。啊、小朋友的最爱溜滑梯，小乖鱼，超人，小乖鱼，好玩吗？开车车，你在开车车？没有车。好，这里电话呢？好啊。哦，小乖耶！哇，你爬上去呀、啊？妹妹，妈妈在这里耶！你看，姐姐要滑滑梯了，快点灭了，快点！我要玩那个。好棒耶！好。六哇！你的车子也在溜滑梯哦。哇，溜下来了。我小乖呢？咦，小乖呢？我没有看到小乖耶。小乖。小乖。你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小乖，你要溜滑梯呀、啊？哎。你要溜滑梯呀、啊？耶！耶！我也来了，因为这样你爬下来了。啊！溜滑梯耶！可以下来。耶！耶！弟弟在那里了。弟弟已经滑下来，妹妹，弟弟在那边，弟弟在那里。弟弟去走楼梯。